3个月后，母校的通知来了，我被录取为医疗系的研究生。这一次真的离开青云了，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杨大姐，我们都是学医的人，你应该知道，一个人从25岁开始，大脑中的松果体就开始萎缩与钙化，自然分泌的松果体素也开始下降了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正常的睡眠来保证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正常维系。对啊，对啊，杨大姐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你就早点休息吧。杨小毅同志，你是在读研究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，也是最刻苦的一个。你这种把被四人帮夺去的时间抢回来的这种精神，我们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这样用自己的身体换时间的这种方式不足取。我已经听说了，你长期夜间看书，影响了同学们的休息。你也为此搬了好几次宿舍。是啊，所以我想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单人的宿舍，这样就是条件苦点也没事，只要不影响同学们休息就行。如果你一定有这个要求，那只有把储物间收拾一下了。不过这个储物间阴冷潮湿，没有暖气，条件很差。没关系，条件苦点我可以接受，不影响同学们就行，您就把那个储物间分配给我吧。杨小毅是住这儿吗？你就别问了，着火了！来来来来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天太大，火势太大，不能下去。跟我来。
同学们，火也灭了，快回去吧。啊，谢谢各位。洗完澡，将就穿一下，别忘了，没人管。放心吧，我在门口看着。呀，我知道你不爱吃虾，放我这边。刘如君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了？啊，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每次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都会突然出现？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？我能不知道？我渠道多着，很多人都掌握着你的消息。哦，那个人情况怎么样？谁？你知道我说谁？掌握我消息的人，看过他吗？嗯，我能不见将军吗？他很担心你的事情。小野，你为什么拒绝他的帮助啊？他很生气。我不是拒绝，我是要隔离。过去的二十多年，我和我妈关于她的记忆，除了血泪就是痛苦。我现在试图把过去那些忘记，也不想去接过去那个老伤疤。这点别人不理解，你还不理解吗？我回过几次永城，知道你的消息。跟武思明离婚以后，这两年自己挺苦的吧？还行吧。不过这几年生活倒是挺简单的。刘世军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还真挺幸运的。你看，都快四十了，居然还能重新拾起书本，考上研究生，回到自己的学校。唉，所以我很珍惜现在的时间。就是珍惜自己的时间，也不能苦了自己吧。我要是不苦了自己，我怎么赶上别人啊？不行啊，老了，那个记忆力啊、理解力全部都退化了，这叫笨鸟先飞。去图书馆呢，那里总有暖气吧？去过，太自卑了。这那儿的学生都把我当成老师或者是教工。没人相信我都这把岁数还在这儿当研究生呢，实在是不行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，我比他们大了快有十几岁，都能叫我阿姨了。没有啊，我看你一点都不老。哎，行。不过这个岁数还能把书捡起来，也只有你了。这点真要感谢我妈妈，这么多年来都没断过给我寄书，除了家里有的、他自己的，凡是书店里能买到的关于医学类的书籍，全部都寄给我了。
还要感谢社会这个大课堂。哎，最关键就是过去这十几年在青云当厂医，积累了好多临床经验，在这一点上我比我的同学们都要有优势。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一定会比你外公和妈妈更优秀的。但愿。你怎么会在北京呢？一直在这儿吗？那一年我们护送将军到成都军区，后来他在一个老战友那儿就住下了，我在部队的关系也就接调到那里。这一次是被总政抽调上来，专门替你父亲这样离退休老干部撰写战争年代回忆录的。挺好的，过开了吧。啊，这一夜我一夜水都没看进去，眼前全都是刘世军，他已经是一名正师级军官了，也还是米爷爷的丈夫。我当年要求他做的他都做到了，他没有离开米爷爷，也许过得很幸福吧。40岁正是男人最具魅力的时期，事业、家庭、健康，刘世军一样都不少，而我却坐在一群比我小十几岁的年轻人中间，拼命地想要夺回失去的青春。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失落，这让我怅然。昔日的朋友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的人生。越是这样，我越想做一个壳，把自己封闭在里面。只有在书本里，我才是安静的。我在逃避，我知道。你好，我是北医大胡教授的学生，他让我过来送点书。请问你是杨小一女士吗？是。好的，您请进吧，他正等着您呢。啊。怎么了？不认识我了，我亲爱的姐姐。怎么样？我坐着和站着是不是都一样帅？来，让我抱一下吧。
对不起，弟弟。 这是像以前那家西餐厅预定的，厨师、酒，还有服务员。看，你住在这个院子里吗？对呀。 这就是我的窝。我不喜欢跟老爷子他们住一块儿，互相瞅着难受，互相束缚着。说起来，还得感谢你，和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那帮孩子，多半都进了部委。每天都得瞅着他们不长眼色行事，不像我活得这么舒坦。他们时不时也来我这儿聚一聚，发发牢骚。 看看政治。你住在这样的院子里，过这样的生活，经济来源是什么？你猜？靠他。你还以为你弟是纨绔子弟啊？实话告诉你吧。 这些年，我也做了一些出口贸易，赚了不少钱，够养活自己了。没有想到，你居然可以独立了，我很高兴。哪有你厉害啊？你未来的工作，是我们这样的家庭求之不得的。这帮老爷子，经过文革这么一折腾。 哪一个重要零件不要大修的呀？像你这样的住家修理工，他们哪儿去找啊？姐，我说真的，我真挺佩服你的。我们家的优点，你遗传的比我多。真想不到，我居然又看见南方了。我在脑海中无数回描摹过再见到他的场景。 我想过他会暴躁、会抑郁，就是没想到，他居然还像过去一样开朗、热诚，而且靠自己的能力过上了好的生活。仿佛那场人生的悲剧，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，而他。
也心安理得地享用着我给他酿造的人生苦酒。他一口一个地叫着姐。对了，姐，你的事儿我听说了。仿佛这就是我们原本应该拥有的称呼。你活得太累了，圈子太小了。既然你遇到了我，今后的事情就听我的安排。好啊，你打算怎么安排我？我先带你见故人。老婆，我再也不想进将军府了。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说要见的不是他们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南方来的。南方。哟，小易。啊，谢大哥。来来，你坐这。嗯。姐，这帮人你还记得吧？记得记得。当年你都见过的，就是我跟你说的这帮哥们儿。他们在单位里可都是大人物，而且夏大哥现在已经是机械厂的厂长了，得管他叫夏厂长。甭听他的，还叫大哥啊。今天请大家来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庆祝我姐20年后以北京医学院在读研究生的身份重新回到首都的怀抱。为了我姐自力更生重新杀回首都，我们喝酒。喝。姐，喝酒。我晚上回去还要写论文。今天我请客，论文明天写。小易，难得南方有这个心意，你就喝点酒吧。行。当年小易来北京上大学，就是我去接的站。后来他去西南也是我去送的站，所以啊，我这个大哥当的那真是名副其实啊。今天能看见南方叫他一声姐，我是打心眼里高兴。来，为了他们今天姐弟重逢，咱们再喝一个。来，等一下，从今天开始大家记住，以后杨小易就是我南方的亲姐姐，我就是杨小易的亲弟弟。大家喝酒。好，来来，我们干。干了。这么多人啊。刘师长，你来晚了。老夏，时间。刘师长，坐下。该自罚一杯啊。你小子也没跟我说过这么多人。来，刘世军，敬各位一杯。幸会幸会幸会。来，干了。我再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刘师长，他们家和我们家渊源极深。他们家老爷子原来是我们家老爷子手底下的兵，而且还在我们老爷子的家乡当过父母官。刘师长本人啊，更是在文革当中救过我们家老爷子的命。这些事情就别提了。好，那我不提，我提提你们俩。你们俩这两小无猜、青梅竹马的，是不是应该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怎么这么多话呀？啊，哎，今天啊高兴，咱们就是喝酒啊。哎，小易，今天大哥啊可得好好跟你喝几杯。来来来，请问。夏大哥，关门吧。有点过吧？是啊，酒量这方面，他缺点我们尹家的遗传。不是，你还真打算把他们俩留一个小屋里？人家世君可是有老婆的。你想什么呢？他们俩分隔了这么多年，我是给他们创造一个机会，让他们俩推心置腹的好好聊一聊。你早说呀！当然，他们之间要是擦出火花了，我也举双手赞成。有情人不成眷属，老天还长不长眼？现在床上躺下了。
交给你了。你当年把他扔到青云，这次不许再把他扔在酒店了。你们俩有什么酸甜苦辣，今晚给我一吐方休。有一点我要说明了，你得让我姐高兴，不能让她伤心流泪，否则我拿你试问。你到，喂。有些人啊，对待感情可以看得很开，可有的人呢，会因为感情纠结一辈子。我觉得我应该属于后者。你为了我跟妍妍做了很多事，说了很多话，我都记得。可我们两个这么多年一直相敬如宾，客客气气的，你觉得这是爱情吗？这是夫妻吗？我想应该是一份责任吧。我跟他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可是谁也没把话说开，就这样过日子。或者说，耗着。我知道，南方给我们关着在屋里，是想干什么？但是你知道吗，刘世杰？即使你没有跟米艳艳在一起，我们俩也不可能。我知道。那个时候，我错误地做了一个选择，失去了你。我也因为自己的懦弱，承受了很多年的痛苦。我来温格那会儿，我鼓起所有的勇气，想带你一起离开青云，可却因为任务在身，最后没能如愿。我想问问你，就算是以前是老天爷和我们作对，可现在还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们两个在一起？我不会爱了，每天晚上我只要放下书本，面对黑夜，我就会掉进无穷无尽的悔恨当中。因为我儿子死了，刘世军。我儿子死了，我心就死了。
我怎么可能爱得起来呢？这么些年啊，我每天都在想，这当初喜欢如果是我自己带着，喜欢如果从来都没有见过将军，我也把将军是喜欢外公的事儿告诉了伍思明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我想出这根源了，我当初就应该杜绝喜欢跟他外公的接触，我不能认他，我却偏偏希望喜欢能跟他在一块儿。我把喜欢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天伦之乐想象成自己和他在一起的东西，我得不到的爱，我幻想着喜欢能得到，我传递不了的感情，喜欢可以传递。我太自私了，刘世君。我忘了将军身边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。我就忘了这一老一少在一块儿接触，中间也有那么多的危险等着他们。我就是从小失去的太多了，我现在就要的太多了，我什么都想要刘世君，我太自私了，我实在不能原谅自己，刘世君。你看看现在，我就只能靠每天没日没夜的读书来忘记过去的那些事情，来填补心里的黑洞。刘世君，你知道自己养了几年的孩子就没了是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我现在天天都在想，如果喜欢活到这个年纪，他每天会跟我说什么话。可是这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就这么没了，就这么没了。小姨，喜欢走了很多年了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我也不希望这些年你都是这么苦过来的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，刘志军？这次醉酒后，我一直在躲避刘世君，因为他碰触到了我的心，我那些深藏心底不为人知，尤其是不愿为他所知的痛苦，我知道这一定会使他已经平静的心再起波澜。一年多后，我通过了论文答辩，拿到了硕士学位，留校成为北医大附属医院一名医生。我第一反应就是向妈妈报喜，因为我终于实现了她没能实现的梦想。家里没人接电话，刘叔叔告诉我，妈妈病重，正准备送她来北京。等妈妈被送到北京，我才知道她已经病了很长时间，一直不告诉我，怕影响我写毕业论文。听你刘叔叔说，他可能会来看我。
是吗？你想见他吗？不行。说过，对我的女儿，我从来就没有失望过。小艺，我们都是搞艺的，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。永城是回不去了，就在北京火化吧。把我的骨灰全部撒掉，都撒在黄浦江。上海是妈妈的出生地，也是我和你父亲初次相识的地方。小艺的儿子应该有18岁了吧？啊，18了。嗯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都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了。哎，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接来北京一趟？虽然说孩子没有判给母亲，但是外婆想孩子了。再说外婆病重，她总应该来看一看吧。将军，把她接来，你就说这也可能是见外婆最后的一面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新将军，喜欢已经不在了。你说什么？喜欢不在了？这是什么时候？小艺，他不让我告诉你。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